我真的是很佩服说可以开长途车的客运司机们呢，他们一天这样子要南北来回两次三次的，真的很辛苦啊。然后我今天下榻的地方是君龙旅馆，它是位于在高雄市的大力百货附近吗？这边入住一晚只要882元，有电视、干湿分离的卫浴，还有床、冰箱。我觉得这样子800多块应该合情合理吧。稍早我们才从台南吃完和牛回来，现在我是打算说先睡一下，因为吃这么多东西，有时候还蛮累的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土豆，我现在来到了这家钓虾船。你们有看到吗？这家钓虾船它是一个很复合式的虾船，里面有水沟式钓虾，然后还有一些博弈的桌游了。我都觉得真的很特别，所以就特地从北部开车下来这边钓，好不好？为了跟各位分享这个钓虾船，今天我就直接吹了，没有客气了。只是这种水沟钓虾场，它到底今天钓况会是如何呢？我们进去看看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刚刚把我的杆子改短了，因为我量水深的时候，我发现它那边水深差不多只有2尺3尺而已，然后这个空间也是差不多，让杆子改成3尺比较适合坐钓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开单坐钓吧。好了，各位，我开好单了，那我们开始钓吧。然后店家有跟我说，这底下水池是有相通的了。我倒是觉得这种水沟式钓虾场真的很新奇耶。哎，好像有号喽。哎，哦，好啊，我半小时都没有钓到半只虾。没关系，我们现在还剩半小时，还可以努力看看。哦，好啊，帮我换一下位置好了。我一换位置就有虾了，天哪，各位，而且这只虾还是正吃的哎！来吧，孩子，浮标该沉了。哎，沉了。嗯，有。哇！终于钓到虾了！哦，天哪！不过各位啊，这只虾子竟然是勾到手熟起来的，给你们看一下。浮标一瞬间大力沉下去，不游，看看，哇，这个体型可以呢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这只虾是正吃的哎。
哎，乌鸦被拖走了。哦，有孩子哦，盖起来。公虾耶，我靠！哎，各位，我觉得可以耶，虾子开始咬了耶。哇、哦！各位，我只是想要把杆子提起来看鹅的状况，结果就中一只虾了。哎，我们已经钓一个小时了，那我们先去收单吧。然后各位啊，是说这四周 1.5 公尺内完全没有任何一个人，我已经达到社交距离的标准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先把口罩拿掉，这样子讲话比较清楚了。那么来算一下今天的虾量吧。我觉得这样子算很可以的耶，因为钓虾本来就是个休闲，然后在南部这边钓虾场把钓虾真正的回归到我休闲了、啊，这个价格，这个虾量，我觉得很 OK 的呢，超棒的。那我们来算一下虾量有几只吧。一、六，哎呦，先钓一个小时，竟然有六只虾哎。但是说这六只虾都是在换位置之后才钓得到的，虽然说钓虾是个休闲，可是真的是今晚宵夜没有着落的话，真的很尴尬哎。那今天我们用台斤秤来算一下有多重啊？哎，半斤哎，呼，哎呦，我们今天钓一个小时150元，竟然有半斤哎，六只半斤。那等一下，我们把这些虾子烤一烤，带回家吃吧。OK 啊，各位，我们已经回到旅馆这里了哦。然后现在时间已经是凌晨3点了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包装。那今晚用台湖妹妹见你们。这一罐台虎啤酒，它里面充满了草莓汁还有莱姆汁的味道，哎，整体来说，它根本就是鸡尾酒，哎，鸡尾啤酒，不得了，哎，哦，只是今天在这家钓虾场做钓的时候啊。这家虾场它并没有一个正式的钓虾场名字，而是它就叫做六合钓虾桌游。哦，这个虾头竖下去的那一瞬间，感觉好浓郁啊！哎，哇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在这虾子的头里面。有一颗很大颗的红宝石哎、欸，
这红宝石真赞呢！给你们看一下虾肉，危险危险的虾肉吃起来也是格外的美味。还有今天准备的酱油瓦萨比，然后他现场是没有附芥末酱的。但是我刚好看到说他的透明橱窗里面有芥末酱，我问他那可不可以给我，所以店家他们才分了一些芥末给我吃啊。哇、哦！欸、各位，我觉得它这个酱油啊，如果不要加瓦萨比的话，它本身就有很浓厚的蒜头香味，还不错哎。我们来沾一点瓦萨比酱油试试看吗？这酱油充满了菇膏的滋味，不管是多么强烈的介入都没有办法改变它的本性。那用如此菇膏的美味，借你们。偷偷光听你又困难，我真的是越来越喜欢南部了、啊，每次来南部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。那各位，我们已经说到这里了，你们觉得高雄或是台南有什么虾场是你们推荐的吗？请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看到就会去回复你。各位，我们下个影片见啦，拜拜。